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西门城，我们结合了 GoGa 卡丁车，还有我们那个马果乐园，创造一个我们台南市，市民可以来这边休闲娱乐，带小朋友来这边玩的地方。那我们 GoGa 卡丁车，是我们应该说南台湾唯一一个有赛车跑道的地方。往上聊，由西门城经理，我们一起合作。然后让这一场赛事能够让市民很就近的在市区里面就可以玩到卡丁车，尤其是电力卡丁车，不是油电卡丁车。那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的地是可以做漂移的，还有专业的计时器，还有专业的服务人员。那我们都是用有品牌的卡丁车，安全上面都会有顾虑。那我们最基本上就是后面还有游乐园，目前准备中。那之后希望大家可以多来这边看看走走。欢迎大家，我们是一个在城市里的一个迷你乐园，那希望大家有空，全家大小就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邻居，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满足全家人的欢乐。